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就是宋美龄女士跟宋美龄女士的接族葬在这里的地方。这里是纽约萨克州的一个 cemetery。今天我来送给一位朋友，所以。宋美龄，那在哪里大概？旅游啊，旅游要我两家宋美龄这里参观了。大概在什么地方啊？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好像在三楼的楼，不知道。不知道在几楼，是不是在这边？峨眉师姐来拍过了，是不是？喂，喂 ，Hello， 不知道在哪里啊？一听，好像在上面还是在下面？你知道英文吗？送了，他肯定是写送。啊 ？S O A N G。在哪一个？你有没有来过？啊？三。喂。我在那个宋美龄那个墓园，在这里，你叫他下来。Excuse me, do you know where's the son, Song? Lady Song, Chiang Kai-shek, Lady Chiang Kai-shek. Third floor. Third floor, right? Okay. Mama, Mama? Yeah. Lady Chiang Kai-shek. He's in the 3rd floor. 3rd floor, he's in the 3rd floor. Yeah, I'm in the 3rd floor. Thank you.我今天来送一位朋友，他还有他有那个几个了，几个。对，他现在就在送宋美龄旁边的，也是做邻居，他也是很 lucky 的。Ella， 先开下服务员。你直播？对，拍了视频回去再播。蒋介石总统夫人。Hello。
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祝仙人们都是欢喜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上楼上楼。上啊，你哋仲未咩啊？未上嚟。你有冇去洗手间啊？未去洗手间，影咗先。好好。喺嗰度啊。OK OK 好。好 OK 好。三楼依度三楼啊，三楼。你上咗台啊？系啊，依度直上三楼就左右边第三个第二个。OK。依度就系、是、Upstate New York 一个好出名嘅墓园。咁、然后咧就将。宋美龄女士同埋佢嘅家族全葬喺度啦。咁祝所有嘅先人安息，祝所有嘅先人们安息。这里在三楼啊，三楼，三楼，三楼，嗰度。我哋今日嚟送别一位朋友 Ella， 佢就啱啱嘅墓园喺宋美龄女士旁边。有冇睇见啊？睇见，睇见，睇见。好靓啊！系啊，好靓，好靓。Ella 都嚟嗰间又系佢噶。哦，系啊，嚟嗰间又佢家人嚟噶。全应该都系啊。係啊，唔係真係啊！我嚟到買地，我嚟過啊嘛。哦哦哦，個人咁講啊。Ella 都好咩噶啦，好幸福啦嚇。Ella 嘅女，咁佢媽媽 Ella 就葬喺度，就喺依度啦。即係上次我就睇峨眉師姐嘅，看峨眉師姐的視頻，看了很多次。好的，祝大家。2022年平安顺利健康。